幸福。2007年2月14日那天，福建三明市沙县的屠夫谢老汉正准备宰杀一头公猪过年。这头猪可真够重的，杀了后正好过年。说实在，就这头猪那一身肉，一个月都吃不完的。快，快把它抬到杀猪的桌子上面。哎呀，可真重啊！老实点，叫也没有用，谁也救不了你。我好了，可以杀猪了。就在这只即将被宰杀的公猪痛苦嚎叫时，在距离不到100公尺的裸角，一头母猪正带着它刚出生不久的小猪在猪圈外散步走着。跑到街上的母猪循声望去，看到了被捆在杀猪案上的公猪。当这头母猪看到手拿尖刀的谢老汉一步步逼近公猪时，竟以100米冲刺的速度直奔谢老汉跑去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啊，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啊，快跑！哎呀！哎，好家伙，是谁撞我啊？哎呀，好疼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松口，快松口。在众人的帮助下，谢老汉的手终于从那头母猪的嘴里挣脱了出来。然而谢老汉因为母猪的冲撞，他的肋骨、后背等部位多处受伤。哎呦，疼死我了。哎，你这头该死的母猪，我又没杀你，你咬我做什么？啊！你又来，快跑啊！不要追我呀，快走开！哎呦，真疼啊！不要过来，再过来我就打你哦！走开，走开！谢老汉，你没事吧？还好吧？哎呀，好疼啊！赶快把谢老汉送到医院，快！最后终于救出了谢老汉，急忙地送往医院。就这样，杀猪案上的公猪死期也就延迟了。谢老汉因为宰杀那头猪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不仅被撞飞两颗门牙，还被撞伤了肋骨、后背等部位，共花了800多元的医药费。哎，杀了一辈子的猪，没想到会被一头莫名的母猪害得这么惨。在人类社会里，有许多凄美的爱情故事，如梁山伯与祝英台、罗密欧与朱丽叶。其实动物之间的感情和人类也是一样的。这头为救公猪疯狂咬伤屠夫的母猪，被评为2007年度感动中国十大动物之首。这个故事也有力地证明了，在人类所谓的低等动物，其实也跟我们一样富有感情。既然他们也有感情，那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，善待他们，爱护他们。请放下屠刀，
停止杀戮吧，请拒绝荤腥，开始吃素，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拥有动人的情感。南无阿弥陀佛。